对一个小朋友还很好奇，还在发现世界的小朋友来说，这个过程尤其需要你的关爱，还有你的支持跟帮助。散发希望呢，我第一次参与呢是在 Velocity 的那一场，然后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帮文宏剃头，文宏剃头啊。那希望呢能够透过散发希望呢，带给更多人关于这个癌症的讯息，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，给他们这些患癌的朋友呢加油打气。你现在可以表演给小朋友看，可以发挥你的专长。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非常喜爱小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能把欢乐带给他们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是啊，小朋友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们，所以也希望你和我们一样给他们最大的支持。